现在他国一条消息，全球突发多起严重交通事故，伤亡人数激增。经调查，因极光科技智能驾驶系统出现故障。Oh my god！ 技术部能干什么吃的？不好了，公司服务器 bug 处于崩溃边缘，赶紧修复呀！袁经理，我这电脑动不了了，我也动不了了，我也是。是黑客入侵，已经突破了我们的防火墙。怎么同时出现这么多要命的问题？赶紧处理啊！处理不了，我都得完蛋。肚子疼。You have been slain. First blood, double kill, triple kill, quadra kill.Pentakill! Victory! 是我恢复，不如让他们正常运行了。军哥牛逼啊！给他们来电。Walking indoors! 吵吵闹闹，要造反啊！看见新闻了吗？火都烧到眉毛了，还在这嘻嘻哈哈的，都不想干了是吧？刚才的危机我们都已经解决了。真的？还有谁技术？那也是你们应该干的。极光科技作为新能源产业的 top one， 我本来以为你们会把公司当成 family， 可是没想到你们有些人投机取巧、偷奸耍滑。OK， 马斯克裁掉了7000人，也没见推特受到任何影响，可见一个公司里。能养出来多少废物？这是你谁呀？这位是董事长的千金沈芊芊大小姐。董事长因身体不适，大小姐特意从国外回来代理公司董事长之位。董事长也不能瞎开了呀。张子涵入职4年，1到6点就准时打卡下班。公司就是6点下班呀。6点下班你会自己找点活干吗？哎呀，陈阳，38岁。你觉得自己还有提升空间吗？妈呀！我入职公司都10年了，一直在熬夜加班，糖尿病都熬出来了。Shut up！ 王强一个月请假3天，干什么去了？我父母突发疾病离世，我请了丧假。他们去世了，关公司什么事儿啊？耽误我公司多少进度啊？你去了，他们就能复活吗 ？Fire！ 做美甲还化妆。你心思放在工作上 ，fire！ 穿着邋遢，影响公司形象 ，fire！ 许婷都生了2个孩子了，还有精力放在公司吗？回家带孩子去吧 ，fire！ 以上非点到的所有人 ，you are all fire！ 沈大小姐。大小姐，您可回来了，我可想您了。问题刚都已经解决了，主要是我发现了突破口。你谁呀、啊？我，小圆，原创。Oh. 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。这里面谁啊？大小姐，她叫霍君儿，名义上是咱们公司技术总监，平时老是在上班时候打游戏，活儿多不务正。霍君，我那老糊涂的爹给我介绍的相亲对象 ，What？你看看公司里面都养些什么废物，工作时间还有人在里面 play game。对，
哎呀，我的霍大总监，这沈大少，沈董都来了，你怎么还玩游戏呢？啊，请坐。你，哎，我晋级赛呢？才晋级赛，你被淘汰了。You are， 请问你是沈董和千金？董事长。哦，董事长一直都是鼓励劳逸结合，我工作完成了，玩会游戏没什么意义。大佬，现在我才是董事长，说了算。沈总，霍总监可是新能源智能系统领域杰出的人才，您不能贸然开除他。况且刚才的危机就是他带领大家解决。你在教我做事。Listen， 我亏你是做事不用人教。You， 也给我滚蛋。请吧。哎，霍军，我不想再说第二遍。你开除我的事儿，沈董知道吗？没听见大小姐说吗？她现在才是公司的董事长。你呀、啊，赶紧收拾收拾你这破烂东西，滚蛋 ！OK。这可都是公司的重要文件，没允许你带走。大小姐，找你说。听说咱们极光科技的核心技术前段时间被国外公司提前盗用，莫不就是他走漏了风声？呸！赖到求人想。清者自清，这些东西留给你们研究方，我脑子里的东西你们也学不会。沈总，贵公司店大欺客，瞧不上我们了是吧？李叔，这哪能啊！您等着，我马上过去找您。别再让我看见。哎，李叔，这是怎么了呀？怎么了？我和老沈约定，系统3000万买断，每季度维护一次，一次500万，没错吧？没错呀。结果今天我一来，维护失败。你知道我生产线停一天，损失多少钱吗？玄彻，这怎么回事？老板和维护一直是霍军的错。哎，多大点事儿啊，李叔！啊，给您介绍一下 ，Johnny， 麻省理工博士，是我从阿米卡高薪聘请过来的，现在是我们的技术总监哈。我让他亲自去给您做系统维护。哼！袁创，你不是跟我说那个霍军是个废物吗？他确实是个废物，所以这才出事儿了吗？行了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沈总，公司系统升级时出现 bug， 核心程序都出现故障了。你跟我说干什么？去跟技术部的说呀。可是公司系统是霍军开发的，但是他……袁创，你去搞定。我？你？你这是？哎、什么情况？消防系统也是霍军开发的。又进来了！你还能去干什么？你去盯着李老板呢，还有你，把那个霍军给我找出来，让他把这个烂摊子给我收拾干净再滚蛋。是。哎，小姐好。爸，您怎么来了？不是说咱们在外面得低调点？我的宝贝女儿。受委屈了，当然要来了。极光科技真的太过分了，两个刘氏的女儿都敢猜。爸，您先消消气儿，这个事儿您怎么知道的呀？裁员的事儿都被员工发到网上了，你看到了。当初说什么力量力量，现在好了，打工你是没地方打工了，乖乖给我回去做 CEO 吧。您要真想让我回去，那。您答应有个条件，没问题。别说一个，就算十个、百个、千个、万个，啊，我答应你。我要为咱们银辉开辟一个新的板块，我要研究新能源无人驾驶汽车。什么？新能源呀？这可是极光科技的赛道。爸，你答应吧，啊？好，好，好，爸，就给你一个小目标。您放心，只要他能加入。
咱们肯定能够超过极光科技的。哎，这我知道，世界电风榜排名第一的小子。对，你认识？他呀，就是极光科技的技术总监霍真。不过就在刚刚，他被那个狂妄的大小姐一并给开了。你怎么知道他就是这？机敏。云创，你想干什么？其实哥，要不你就把咱公司的核心业务交给我呗？凭什么？哎呀，其实哥，你也看到了，我跟沈大小姐的关系这么好，你先交给我，回头我说道说道，兴许他就回心转意，不让你走。就凭你，霍娟给脸不要脸是吧？原创，让你搭个人磨磨蹭蹭这么久干什么呢？大小姐，事情已经搞清楚了，就是这个霍娟蓄意报复，破坏了公司的系统。好你个霍娟，你现在立刻 no， 给我听话。我想你是搞错了，沈总，刚才可是您金口玉言讲说你被 fire。 霍娟，你是想推卸责任吗？我有什么责任？不过呢，我这个人心比较善，两个方案，一，给我道歉，请我回去。你做梦。 OK。 二，100万的维修费。100万？霍娟，你可真敢狮子大开口啊。李总每个季度可是给公司500万的服务费，我只要100万。100万？你怎么不直接去抢银行啊？这都多久了，我可没工夫陪你们在这浪费时间。李老板，你别着急走，你要相信郑总。滚！这段代码能系统的吗？居然是国际开源论坛里 G 的代码，没想到这小子也是从这门里偷学来的。现在他管我，沈清清只能靠我了。鼻子，您再等等，李总。少废话，我们法院见。李叔，这是怎么了？李老板说他等不及了，找你不是在维护吗？哎，那不是平时给我们维护的小霍吗？让他去，他肯定能弄好。李叔，您之前都是信错人了，他这个人不但是个草包，连人品都没问题。等等，小霍我是知道了呀，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不可能，他是我们公司的技术总监，掌握核心技术。我们公司出现了系统危机，他不但没有做好本职工作，竟然还讹了我们一大笔。我怀疑您公司出现系统故障，肯定也都是他搞的。什么？原来他是这种人。你说，我们极光科技最注重的就是诚信，相信诚，他肯定能给您做好系统维护的。他能行 ？Of course， 沈总，公司的系统问题和消防问题已经被我解决了，系统维护最多5天，我也能行。Johnny 做的不错，幸好极光还有你，不像有些人。那你们抓紧时间。袁创，送一送李叔。哦，李叔，辛苦，这边请。霍娟，你给我站住！你无权控制我的人身自由。霍娟，你才刚刚被公司开除，公司系统就出现各种 bug， 这明显是你的报复行为。你可救不了。保安，拦住他！你这种人呢，我太了解，没什么本事还占据高位，离开我们极光科技，还想利用我们的技术在外面赚钱。今天我就得告诉你，得罪我亏你什么下场。陈总，废了他的手，免得以后拿着我们公司的旗号在外边造谣撞骗。财务部已经计算出你给公司造成的所有损失，价值1亿。到了。你在说什么无稽之谈？不仅如此，我还要宣布一项新的权利，从今天起你将永久被禁止踏入新的领域，任何收留你的公司都会收到我们极光科技的诉讼。请你拿出证据，否则你就是在诬陷，我可以告你。告我？你一个被极光扫地出门的 loser 还想告我？拿过来，赶紧把这本协议给我签了。不要欺人太甚，
否则在未来有一天，你会因为自己愚蠢的行为而付出惨痛代价。别废话，保安，给我控制他，让他签了。我看你们谁敢动他！我看你们谁敢动他！你是什么东西，大小姐？我认得他，他就是那个之前帮霍军说话被您开除的员工。我说怎么还有点眼熟呢？原来是那个蠢，也不知道在哪儿租了这么一身假名牌，在我面前装。我怀疑你和霍军是同伙，把他也给我抓起来！你敢？我可是银辉集团旗下新能源汽车公司的 CEO 柳曼。银辉，柳叔的公司？谁不知道银辉集团旗下根本就没有什么新能源汽车公司。妹妹，先不说你是不是什么 CEO， 就算你是，敢注册新能源汽车公司跟我们极光交易，开什么国际玩笑？大小姐，我查一下，银辉集团确实是在刚刚注册了一家汽车新能源公司，法人是你们。山总，你别相信他，他肯定是在网上看到的新闻，来这假冒流氓骗人的。哦，冒牌货，把这个冒牌货给我抓起来，送到柳叔那边，交给他处置。不用了，老夫亲自来了。柳叔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的宝贝闺女都要被你抓了，我能不来吗？宝贝闺女，她没错，不知道老沈怎么搅出你这么个鲁莽的丫头。都是误会。那柳叔，您既然来了，要不咱们一块吃个便饭吧？不必了，我们来是接霍总监的，参加开业宴的。什么？柳叔，我尊您，叫您一声柳叔。我爸这才刚昏迷住院，您就和我们极光抢市场，你是不是太过分了？怎么，我和新能源只能请极光做？那倒也不是，但是想用它给交违约金。一个亿！你霍军，你愿意加入银辉公司吗？谢谢你的认可，但这个钱……爸，公司的钱我可以自由支配吗？当然，这一个亿我出了。好大的口气啊！这又不是一两百万，这是一个亿，别在这装什么大尾巴了。这点钱就能给我闺女买开心了。蠢货，为了这么一个废物浪费这么多钱。Listen， 我柳曼做事不用人教。你这是在和我们极光科技作对。我只不过想要表达我们银辉集团对待人才的态度。至于沈总如此大动干戈的对待一位已经离职的员工，你们极光的作风还真是让人大跌眼镜。像霍总监这么好的人才，你们居然不懂得珍惜。霍总监，我们银辉集团愿意为你提供一个全新的平台，没有任何的束缚，只有无尽的可能。那我们以后可就是敌人了。我们本来就不是。立刻给我通知极光科技旗下的所有子公司和关联企业，马上终止和银辉集团的所有合作，并且给我制定出来针对银辉集团的经营方案。没关系，反正有了霍军，我们银辉集团连电动自行车的业务也不再需要与你们极光科技合作。电动自行车，一个两个轮的，你敢在这儿闹笑话？我们极光科技做的可是新能源智能汽车，四个轮的。汽车有什么难的？不就是四个轮子，两个沙发，加一个壳子吗？柳曼，你也太天真了，你不会真以为自己捡了个宝吧？别做梦了，在新能源领域，我们极光科技可是 forever number one。那我们拭目以待。刘总，你放心，既然你选择相信我，那我就会让银辉的新能源车成为全球先驱。
霍军和柳曼这两个狗人，居然敢当众羞辱我，这个车我一定要报。放心吧，沈总，霍军那点小聪明对我来说太幼稚，更何况他们银辉集团才刚开始做新能源业务，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做出来什么好的产品，在这时间里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做出来比他们更好的新能源汽车。找你，你可不能辜负我对你的信任。放心吧，沈总，包在我身上。好，那从今天起你就接任极光科技的技术总监，主要负责新技术这块，文件我已经准备好了。 No problem。 霍军留下的文件里有多个完整的新技术的测试套件，我只需要找个简单的实现出来就可以。这个车放着霍军如意天运怎么样，要是大峡谷都是这种傻子该多好。对了，李老板那边的系统还是要尽快完成的，毕竟他才是咱们的长期代工厂。霍军很狡诈，在原有的框架里重新写了一个新的系统，加密很多，但这难不到我，我只需要使用这个算法就可以了。这个算法好像有点眼熟。对，开源社区的大神 G。 你居然知道这？当然了，毕竟我也是懂点技术。不过我记得这个算法只有一部分，你怎么 G Johnny？你就是 G， 你就是 G。 我不要让别人知道，我这个人不太喜欢抓药。我居然请到了大名鼎鼎的 G 做我的副手。我不过邀请你的公司应该很多吧，你怎么会选择来帮我呢？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爱上了你，是我见过大峡谷里最美的女子，你的眼睛好像有星星。那 Johnny， 只要你帮我赢了银辉集团，我就答应做你女朋友。大夏的女人也太好看了，没问题。对了 Johnny， 我们要不要招一些新的工程师？毕竟今天裁了那么多人。我可以把身边的朋友都叫过来，但薪资可能要贵点，你也知道毕竟他们都是有实力的人才。只要你帮我搞定李老板，赢了银辉集团，多少钱都值得。怎么样，这里作为银辉集团新能源公司的办公室，霍总还满意吗？今天很感谢你的帮助，刘总。你叫我慢慢就好，只是我爸给我的那十个亿项目启动资金被极光科技给偷走了。启动资金的事儿我来想办法。你有什么办法？我们让沈芊芊重新突出。他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？只要搞定他。怎么是你？我还有事。不错，李总，咱们不是说再好好商量商量了吗？您怎么？怎么？你问问他。因为他导致的系统故障，我所有的生产线都停着，一天损失近千万。李总，咱们也是老相识了，我的能力您是知道的，这么多年给您维护系统没出过一次差错。前段时间你也看到了，沈芊芊并不想我多说话。对啊，李总，霍总监他也是被诬陷的，他并非有意影响您的生意。坐吧。说吧。李总，霍总他现在已经加入我们银辉公司，他一直念叨着您这些年来对他的帮助，特意嘱咐我联系您为您解决问题。那霍总是来帮我维护系统来了？之前系统专利都在极光手，虽然都是我的技术，但以我个人而言无法帮您提供维护，会有法律问题。那你跟我谈什么？但是我可以给您开发一条全新的系统，既能避开极光的系统，还能给您增加大约 70% 的帮助。 70%？当真？可是我和极光毕竟还有合同。李总，咱们再商言商，极光呢现在已经无法为您维护系统，您与极光的情与真金白银相比，哪一个更重要？好，我就再相信你一次，只要你们早于极光科技给我新系统，我就跟你们签约，费用就对标极光的费用。行。不行，
得加钱。霍总，你什么意思？李总，新系统什么条件，老系统什么条件，持平是不是不合适？那你说多少？新系统购买费用5000万，每次维护800万。你这是趁火打劫！你们可以走了。牛小姐，以后涉及霍总的合作就不要来找我了。李总，抛开您需求的急迫性不谈，就新系统的性能提升给您带来的成本节约远远超过这区区的300万。况且新系统因为稳定，每半年维护一次就可以了。话虽如此，可我原本用极光科技的软件用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要一次性掏5000万来买你的新系统呢？谁说让您出这5000万了？您之前一直用极光的系统用得好好的，为什么突然想要更换了呢？你是说让极光科技出钱来替我更换新系统？您当年和极光的合同就是我一手促成的，根据合同，极光科技在5天之内如果没有给您提供维护的话，将赔偿您违约金还有您的全部损失。我算了一下，正好是1亿左右。那这5000万不正是极光集团赔给您的吗？哈哈哈哈，好，霍总果真是谈判的好手啊，我接受你的报价。不过丑话说在前，要是你做的系统不行，或者比极光科技的慢，那我可是不会买单的。放心吧，2天，最多2天，我保证您的生产线重新运作起来。别闹了，刘总。你怎么知道是？怎么还喝酒了，刘总？我爸非要我去参加那个公司酒会。都这么晚了，我送你回去吧。哎，我这不是担心霍大总监太辛苦了，没时间吃饭吗？那我还确实有点饿了。谢谢啊，刘总。怎么还是叫我刘总？慢慢，快去。刘总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霍爵，霍爵，这次我不会再让你走了。在。军哥，你这题也太难了吧，这谁解得出来啊？是啊，军哥，你们懂什么？这叫以题会友。好好玩吧。军哥，军哥，你快来呀！有人已经解出来了。我去，谁这么厉害？军哥，来看。我去，这。莫非你就是我找了很久的题友？我上学的时候害羞，所以一直都躲着你。后来毕业了之后，我就偷偷跟着你进了极光科技。可是我还是一直都不敢向你表白心意。
我其实一直都在想，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告诉你，我就是 M， 我就是 M。霍君，我们在一起好不好？我。我们在一起。可以给你老板做维护了。太好了，我这就联系让他过来。不，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，肯定是我们主动上门啊！你去带上设备，咱们现在就走。好。哎，对了，新技术的推进怎么样？放心，沈总。我的人靠谱，新技术很快就进入下一个阶段。我就知道这件事交给你了，我肯定帮你。我们这次终于可以和李总谈合作了。霍君、柳曼，我赢定了。这个系统行吗？我已经在生产线上调试过了，您可以正式启动看看效果。好。我去看看这个新系统到底能不能提高 70% 的产能。一定带走过来，一定。我的技术你还不放心？放心吧。这可是咱们银辉集团在新能源汽车上的第一个产品，名声一定得打响呀。它真的能够提升 70% 的产能。如果达不到的话，李总再砍一刀怎么办？放心吧，相关数据我都是按保守值估算的。肯定不低于70%，那就好。霍君，你呢？真晦气，青天白日的进来，你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啊？我们怎么不能在这儿呢？沈总，需要我提醒您一句吗？我们已经不再是极光的员工了，要做什么也不用向您汇报。嘴硬，我告诉你们，李叔跟我们极光科技那是已经合作很长时间的了。如果你们两个今天是要和李叔谈合，那我劝你们一句，从哪来的还是滚回那里去。不试试怎么知道呢？一个被极光扫地出门的害群之马，李叔不会和你合作的。像李叔这样的成功人士，名誉比金钱重要多了。等着看好戏吧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，李总的生产线还没有恢复生产，您二位这次来是来道歉和赔偿的吧？周妮，他太有意思了，他该不会真以为除了他自己，没有什么人能搞定那个维护系统吧？霍君，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。是啊，你的技术太小儿科，我很轻松就破解了你的密码。今天我们特地来给李总升级系统的密码。你管保护系统安全的防火墙叫密码吗？你真的懂技术吗？不会是招了个骗子？你井底之蛙，我告诉你，招你他可是国际最有名的。我的身份还是不要想公布。总之，招你他的身份可不是你能得罪得起。而且，招你的最新技术新能源车已经在研发中了。我们今天来呢，就是和李叔签代工协议的。而且啊，我要在协议里新增一条，以后不准和银辉合作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没有代工工厂，有再好的技术也落不了地，到时候你们全部的资金就会被慢慢的烧光，我到时候一定要去听听以后哀嚎声。我也挺期待那天的，沈总，只不过到时候哀嚎的可不仅是我们吧。霍君，你都干了什么？李叔，是不是霍君瞎搞把系统又弄坏了？我就说嘛，不要相信他，他就是个草包。霍君，你不是说新系统最高能提到 70%， 怎么竟然达到了 120%？ 我现在生产线根本就不够用，这款系统的钱我现在就付。不过你要给我重新设计一条生产线。
没问题。哎，你们居然敢抢我极光的客户，这难道不是极光的技术不过关，留不住客户造成？李叔，您难道真的要和银辉合作吗？这样做是不是太难看了？您这样恐怕不是很顾及和我爸爸的情谊。沈总说笑了，商人在商言商，没有什么情谊在，一切都按合同办事。对呀，我们还有合同的。所以请沈总支付一下解除合同的违约金，1亿。什么违约金？李总，是你要解除合同，我们为什么要付违约金啊？你们五天之内没有完成维护，李老板自然有权解除合同。难道要李老板为你们自己的错误买单吗？你，李叔，您再聊聊。我的生产线停工了一周，新的系统比原来的效率高。李叔叔，我沈总，您一搞一个李叔叔的，是不是也太不尊重李总了？现在极光这样的损失呢，都是由您自己造成的。您之前让霍总交赔偿金的时候那么的凶狠，现在轮到你们自己交违约金了，开始在这里讨价还价。难道说连这些钱你也交不起了？你好，违约金嘛我可以出，但是李叔，我想和你签一份独家代工协议。但是我已经答应银辉代工了，而且我们的系统将全权授权给李老板，所有的代工厂都可以找李总去购买，只有一个条件，就是不许与极光合作。你给我等着！这个该死的霍权竟然敢背刺我，找你，这下我们怎么办？放心，沈总，这其实是一个机会。不过，我们为什么不建一个自己的工厂？我在国外也有门路。对呀，我们还有很多国外的技术啊。不过，这费用……你放心去办，花多少钱都没问题。这个专业，阿美卡又赚了一笔。签了这个字，我们可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了。李总，您放心，您只要卖出去一套系统，未来的所有盈利都分给您20%，合作的钱还是沈千千出，难道不划算吗？我从商30年，你们是我见过最特别的生意人，我看好你们。感谢李总。哦，对了，搭载新技术的车，我们打算在新能源车大赛上首发。等我们完善技术量产之后，还请李总做好保密工作。对，银辉刚涉足新能源汽车，产品再好可能消费者也不会认可，只有在新能源汽车大赛上面脱颖而出，我们才有战胜极光科技的希望。没问题，不过截止时间快要到了，你们去现场报名了吗？好像今天就是最后一天。还要现场报名？还好，还有3个小时。李总，那我们先告辞了。好的。一定要赶上啊！你好，银辉集团报名参加新能源汽车大赛。报名截止了，下次吧。不会吧？不是5点吗？现在才4点半呢。麻烦您，这次比赛对我们公司很重要，参加不了的话，我们公司可就完了。都说了报不了，听不懂人话吗？赶紧滚，不然以后你们都别想参加。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回事？您受累，您就帮帮忙吧。你不看看现在都几点了，故意卡着点来报名，给我找麻烦的是吧？办手续不需要时间吗？5点前办不完。行了，赶紧走，别耽误我工作。什么态度啊？5点截止，现在没到5点呢，怎么就报不了名了？小吴啊，怎么回事啊？吵吵闹闹的。王老师，哎呦，霍军，好几年没见了，怎么？你也来参加这次新能源汽车大赛了？您怎么也在这儿啊？嗨，我是这一次新能源汽车大赛的评委之一呀。那太好了，能不能帮帮我们，帮我们报一下名？这位说过点了，报不了。你从后面上啊！干什么？哎，就你这态度，我能报上名？我这王教授，离大赛截止报名时间还差半个小时呢，你为什么不让人家报名啊？
没有，我现在就报啊！哎，现在就报。王教授真是霍军的老师。真的呀，而且他还看了银辉集团的策划书，说他们的技术足够改变整个世界。沈总，你看，虽然他们成功报了名，但我真的极力在阻止他们了。你看那个钱，留着吧，你先回去，有消息再通知我。哎，好嘞，好嘞，谢谢沈总，谢谢谢谢。周丽，现在怎么办？没事儿，大会的工作人员都能上来，上麦不了评委。是人都有价格，霍军，到时候岛上全是我的人，看你怎么用。都熬了几天了，要不然休息一会儿。大家伙都在努力呢，我也不能拖后腿啊。各位，大家这段时间呢都辛苦了。放心，我这会儿就是财务部，大家今天呢就会获得一笔丰厚的奖金。并且除此之外呢，等项目落地之后，你们作为银辉的骨干都会获得公司的股份和项目的分红。好，刘总大气，我只要干不死，一定往死里干。没错，刘总，当初要不是您收留我，现在我还失业呢。我保证完成任务，报答刘总的知遇之恩。极光科技的人根本就不把我们当人，我们要实力把他们打爆，要让他们知道没有我们这些干实事的人，他们什么都不是。对，好，我们一起努力。不过大家工作归工作，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，我还要和你们一起健康的见证银辉的未来。好好好好。哎呦，这件事就搞不定。邱丽总，原来的框架实在太复杂了，我们先写的代码根本就用不了。处理接容问题的代码已经发给你。哇哦，邱丽总，你简直太棒了。三天之后我要看到外在新技术。三天？邱丽总，这搞定。咱们不干。教你推荐的怎么样了？三天之后新技术就要进入下一个阶段。太好，我们一定会在新能源大赛上震惊所有人，到时候就是你的。代号4869，你干得不错。之前的图纸和技术我们都研究透了，现在我们实现了技术的升级换代。一切为拉美卡。很好，最近有什么新的进展吗？暂时没有，极光科技所有的核心内容已经被我们掌握了。听说大夏新崛起了一个叫银辉的集团，你了解吗？我知道，他们现在是极光科技的对手。好，代号4869，接下来总部给你的任务是用尽一切办法获取大夏国的技术。我们绝不允许大夏国在科技上发展，要让大夏的人永远臣服在我们脚下。阿美卡才是世界的灯塔。保证完成任务，4869绝不会忘记自己的使命。国家。成功，完美设备，装备我们新技术的新能源车可以量产了。耶！耶！大家这段时间都辛苦了，今天晚上留在酒店，我请客。今天从明天开始呢，所有人带薪休假一周。好，好，好。我，你先说。你先说吧。今天晚上，
你想要什么奖励？今天晚上我得去李总这定量产。你不解风情，浪。曼曼，你真可爱。Johnny， 晚上一起吃个饭呗，庆祝我们新车量产。我在加班呢，下次吧。Johnny， 你逃不出来。讨厌 Johnny， 你可真会玩。是不是很刺激 ？Johnny， 你是不是真的能让我做新能源大赛的主持人啊？那当然，你是我见过大峡谷中最美女孩。不是跟我说你在加班吗？你就是这样加班的。我明天去我办公室等你。我确实在加班啊，我这么做想让主持人成用我自己，这样的话收藏就更大。沈总，我这都是为了公司啊。你的眼睛好像有信息。别碰我。 OK OK， 你不是跟我说只爱我一个人，用自己人的方法又很，为什么一定要用这种？我这样他才会心甘情愿的帮助我们。你知道的，我可是这，我不会输。我们一定要在新能源大赛上夺冠。哎呀，我只是跟他逢场作戏，放心，我也是爱你。真的？暂且放过你，真是麻烦，先走。你这个蠢女人，你还当真了？用着你的钱玩着别的女人，说。沈总，小组第一进入决赛，你怎么不开心啊？没有。因为这次采用的是全新的无人驾驶技术，势必呢会打破新能源车现在的格局。你在担心他们呀？放心，他们不是我们对手。谢个呗。哟，这不是刘总和他雇佣的那个垃圾吗？可惜啊，没能和我们极光科技的极速分在同一个小组，真想亲自把你们打成手下败将。极光科技真是没人了，让你一个外国人在这里大放厥词。Johnny的作品已经证明了他的实力，而你呢，就靠霍军这个废物做出来的残次品，恐怕连同小组土豪三国的新能源车都打不过了。区区土豪三国对我们还够不成问题。嘴硬谁不会啊？一会儿输了可别哭鼻子。沈总，您一会儿看到我们的新技术可别馋得直流口水。就你，那我就拭目以待。 B 组比赛即将开始，请各位参赛人员来比赛区域。失陪。 Group B competition is about to begin. Please come to the competition area.B 组比赛正式开始。 B 组的参赛作品是沙漠国。You're not the police。 骆驼国。 以及石油国。三款已经发布的土豪新能源汽车，最后给大家准备的参赛作品是大夏国银辉集团首次发布的新车游龙。下面请银辉集团展示游龙。这不老不乐吗？银辉集团你疯了吗？拿老头子来参加新能源大赛，银辉集团真是有谋。沈总，科友们还一直把他们当做我们的对手，现在看来他们是一群扶不起的阿斗。不用看了，走吧。等会儿胜负还有悬念吗？
一个老头乐拿什么赢我们豪车？你不会是真觉得一个老头乐会有什么新的技术吧？我让你等会儿。好，我有什么不行那个？下面有请王教授测评。哎，你们的驾驶员呢？不用，不用。刘龙，带着王教授溜一圈。无人驾驶？自动驾驶？这不可能！找你！你不是跟我说无人驾驶这种技术暂时没人能做得出来吗？为什么霍军能做出来？现在怎么办？没关系，评委我都打点好了，他们不会进决赛的。这是决赛的事儿吗？极光科技为什么没先做出无人驾驶这种技术？你现在就去找人跟我做。极光科技不仅要做这场大赛的冠军，而且要做整个新能源车的领航者。好。喂。我是4869，发动所有阿美卡的技术人员研发出来一套无人驾驶系统，什么都别管，全部收你。现在由王教授选出 B 组进入决赛的作品。紧急的事。对不起孩子，激光实在是给的太多了。但是这么好的技术怎么能毁在我的手上呢？假以时日，这孩子一定可以成为大夏的栋梁之才。不行，我绝不能让他被埋没在这里。老王啊老王。你一世英名，难道真的要葬送在这铜臭里吗？刘龙，这就是你说的打点好啊！收钱不干活啊！我现在就把钱要回来。这是钱的问题吗？决赛就在三天后，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，必须给我搞定这个无人驾驶。只能是冠军。我知道，区区无人驾驶，我方认可。沈总，这怎么要走了？怎么样，游龙的技术眼馋了吧？我还以为多高明，不过是极光科技玩剩下的吧？是吗？那你也做出来一个看看。一个小组赛而已，用不着大招。你们输定了。那我们决赛见。不过我倒是要看看沈总怎么用三天的时间做出来无人驾驶器，要不然沈总同时直接购买我们的技术，不说凭你的那些虾兵蟹将，别说是三天，就算是给你三年、三十年，你也未必做得出来的。不用你管了。怎么样，震惊世界了吗？何止是震惊，简直就颠覆了世界。废物，要你有什么用？方秘书，我不让你说话了吗？技术框架不都给你了吗？老子花大钱从国外买的技术，你为什么不用？话也哑巴了？国外的技术根本就不行，而且跟咱们极速的框架根本就不匹配。那你不早说，一点破事都干不好，老子养你们干什么吃的？现在公司没钱了，技术部的都辞职了，也没有人会调试了。去开源社群里去看看这些的代码，按代码去调试。如果短时间内完不成工程，老子非把你废了。Johnny 不是这样吗？为什么他不直接做技术，还要买别的国家的技术？现场和网络平台的朋友们，这里是新能源大赛决赛的比赛现场，也是我们首次采用直播的形式为大家展示比赛的过程。首先让我们邀请银辉集团的技术总监霍军来介绍自己的作品游龙。现场和网络平台的观众朋友们 ，Are you OK？ 天若惊鸿，宛若游龙。我们之所以叫游龙，是因为搭配了无人驾驶系统，可以根据大数据和算法，在拥挤的车流中平稳的穿梭，将乘客安全的送达目的地。而设计这样亲民的外观，也是希望将价格打下来，让所有人都可以享受科技的乐趣。什么科技？区区无人驾驶，小儿科罢了。这是我们极光科技的极速 2.0，
它不仅有之前极速的所有的功能，而且还采用了国际上最先进的无人驾驶系统，比你那个老图乐强多了。是吗？我还以为极光在三天之内设计出来了无人驾驶系统，没想到是买别人的。不知道国外的技术稳定吗？当然稳定，这可是集中了我们阿美卡的所有的力量做出来的产品，比你们那个淫秽的垃圾强多了。所以啊，你们大虾人就老老实实的做我们西方的代工厂吧。是吗？那今天就让你看看大虾的真实力。来啊，来！极速，全速前进。就交你哥，不好了，远程控制的链别断了。小米，你不是说远程驾驶可以假装无人驾驶吗？为什么失去联机了？现在怎么办？闭嘴！陈女士，我这怎么办？你这个技术呢？我怎么会把自己开发内容给删了？你不是说你就是 G 吗？该死的 G 会突然这个时候删了所有内容，因为我的本意是为了给大家共享能造福人民的技术，我没想到有人会拿它骗人。你就是 J， 没错，是我。J 的技术几乎不会再在开源上公开发布，以公开发布的内容也会收取专利费，为了就是防止我们国家的核心技术被你这样无耻的洋人盗用。霍军，军 J， 我居然亲手开除了这届排名巅峰榜第一的 J， 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不是你。为什么要冒充 J？ 为什么要骗我？还不是因为你这个蠢女人，一口气把所有人都开了，还说什么要赶工期，要不然我会用 J 的技术吗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怎么想，你不也是拿着交往的幌子一直在利用吗？你以为我跟你一样虚伪吗？我是真心喜欢 J， 骗子，人渣，骗子！代号自爆六九，做得很好。既然极光科技已经完蛋了，你便可以回到阿美卡，我们的英雄。你是间谍？那之前公司泄露的文件也是你干的？公司对你不好吗？你就这么回报我和公司的？你这个禽兽不如的狗东西！陈总，我劝你还是稍微自重一些。我这么做都是因为我职责所在，为了我的国家。这个时候你应该要求求最好，我还会看在你稍微有点此次的份上，把你带到我的阿美卡给我暖床。本来呢，我想慢慢的击垮你，结果呢，你自己加快了速度。我们阿美卡还是很重视工程。这个人渣！拜拜。大虾今天干得如此狗蛋，竟然还想跑，必须把你送到安全局，让一五一十全部交代出来。保安，来，带走。妖尼哥，极速 2.0 出事了。出什么事了？我干嘛跟你说呀？妖尼哥呢？说，极光科技公司系统崩溃了。极速 2.0 失控了，撞伤了好几个工作人员。不许录了，不许录了，不许录了！停了，沈小姐，给自己留条停。极光的所作所为已经被全程都直播出去。怎么会这样？啊，爸，你这个不孝女！你醒了！我日子呕心沥血，耗尽一生才创建的极光科技，你知不知道极光科技走到今天经历了多少困难险阻，承受了多少阴谋阳谋，又有多少外国财阀的觊觎？再看看你把极光都搞成什么样子了。爸，我就是想清理一下公司的害群之马，我没想到会闹成这个样子。我早就交代过你，让你和霍军多交往交往，
你知不知道，他就是大名鼎鼎的 G。 当年为了极光，我用尽人脉，耗尽关系，费尽千辛万苦才把他请来的。是你没说清楚。事到如今了，你还在狡辩，我怎么会有你这么愚蠢的女儿？对不起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爸，我错了。我不是来听你说对不起的，你是想要了我这条老命吗？好，我日子从今天没有你这个女儿。爸，爸，我只是想帮公司，我没有想到会闹成这个样子。爸，霍军，霍军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救救景光，不行吗？沈小姐，请你自重。您自己说的，黎光和银辉是永远的敌人，那我们怎么能帮你？霍觉，我求求你，你看在我爸爸的面子上帮帮极光行吗？我们之前不是还要相亲的吗？沈总，请自重。当初沈大小姐裁员的时候是多么的威风凛凛啊。霍觉，极光曾经待你不薄，现在极光被阿米卡人攻击破坏，我给你道歉，我求求你救救极光。沈总，老董事长是待我不薄，但当时你逼着我签下一个亿赔偿协议的时候，怎么没有想到今天呢？当初我可是郑重提醒过你不要后悔，否则将会付出惨痛的代价。霍觉，我已经给你道歉了，你还想怎么样啊？你这。如果今天失败的是我，你会放过我？你会出手帮银辉吗？你走吧，不要再白费功夫。霍军，对不起，我知道先前他做的事实在可恶，但现在极光遭到阿美卡人的严重破坏，看在我们同是大夏人的份上，我求求你，救救极光吧！哎，走吧。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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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等一下，爸。董事长，我可以救极光。等等，银辉可以将无人驾驶技术授权给极光。但极光必须支付专利费，如果没钱付的话，可以用股份抵押，并且极光从此以后不得再使用任何外国技术。你这是趁火打劫！你给我闭嘴！沈大小姐，我也是看在我们同是大夏人的份上才帮你。沈董送你出国留学是希望你学成规来报效大夏，而你呢，崇洋媚外，引狼入室，迷信外国人、外国技术。不仅差点毁了极光，还差点将大夏的科技拱手送给他国。董事长，这是极光最后的机会。好，我答应，我答应你。对不起，曼曼，我又要开始忙了。我要向全世界证明，大夏的科技胜过阿米卡，大夏的辉煌与崛起是阿米卡人无法阻挡的。去吧，让世界看看我们大夏的实力。又玩这一套？一年了，辛苦你了。不辛苦。我想送你个礼物。什么礼物？真的？嗯。